Yo, what's up, 森总，欢迎大家来看我的视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这双 Adidas Pro Model 2G 的实战测评。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最近几天呢，意大利的疫情真的是越来越严重了，而且确诊人数在呈爆发式增长，这几天动不动就会登上微博热搜的首页。我也收到了许许多多来自观众朋友们的留言还有评论，询问我在米兰的状况，提醒我注意安全。因为信息实在太多，没有办法一一回复，所以我就在这里统一向关心我的观众朋友们表示感谢，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最近如果我再更新视频的话，我也会在视频的开头和大家播报一下意大利的疫情情况，给大家报个平安。现在是3月10日的晚上11:40左右，目前意大利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0人，现在这个时间点确诊人数是10149例。我在视频截稿发布之前呢，还会给大家贴出最新的确诊情况。大家对我在米兰的情况如此关心，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呢，是因为国内的各种媒体在报道的时候稍稍有一点说过头了。没错，疫情确实是非常的严重，意大利也的确是在封国、封区、封城，意大利境内的交通还有国际航线的确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过事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我这里的生活状态还可以。由于我住在市中心，家附近的学校还有工作单位都关门了之后，路上来往的人也少了很多，附近的超市也开着门，也没有人抢货，生活物资还有食品都是非常充足的，所以大家目前还不用担心我的状况。我在家里也有适当囤粮，减少出门，家附近的篮球场也都是空的，想练球的话我自己还可以去打，去球场的路上也几乎没人，还是很安全的，所以我还会继续为大家进行实战测评，不过可能打球的频率的确要降低一些了。在这里要再次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另外，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千万不要忘了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Instagram， 还有在各大视频平台、短视频平台订阅我，这样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的视频更新。我的老观众们也一定要先赞先分享， B 站的用户还可以一键长按三连。这双 Pro Model 2G 是我的一双情怀鞋，相信很多80后和90后只要会打球的多多少少都见过这双鞋，甚至是买过这双鞋并且对它有情怀。如果正在看视频的你对这双鞋也有情怀的话，也可以在弹幕里面举个手。但对于00后之类的年纪比较小的朋友们，比如说现在正在上初高中的，你们对于这双鞋有什么第一印象呢？可以在弹幕和评论区让我知道。这双 Pro Model 2G 是阿迪经典的 Pro Model 鞋型的升级版的复刻的再升级版，它在鞋型上几乎完美还原了当年的 Pro Model 2G， 只不过把中底的配置升级成了全掌 Bounce。 它原版的配置是全掌 EVA 中底加上前掌内置的黄色 Adiprene Plus， 它在当年就是完全为实战而生，价格也比较便宜，同时又有大量的 NBA 球员上脚，是那个时代阿迪的主力团队鞋，类似于 Nike Hyperdunk 的感觉，只不过它主打的是平价终端市场。它的外观设计非常的简单，保留了经典的贝壳头，我买的这个配色呢是全黑漆皮，没有任何多余的设计，只不过侧面有着三道杠。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简单的外观像有魔力一样，我当年看到它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欢，简单的设计迷之讨喜。而且据我所知，喜欢这双鞋外观的人不在少数，我在当年并没有入手过同款，但是我在10年的时候买过 Pro Model 2010，我当时买的是低帮白色，三道杠的地方是可以插卡换颜色的，能够给三道杠换颜色真的是很风骚的一个设计，但是换起来比较麻烦，要把鞋带都拆开才能换，当时我已经可以扣篮了，我就最喜欢穿那双鞋扣篮，最喜欢穿那双鞋打球。那双鞋的中底就是全 EVA 加上前掌的 Adiprene Plus， 重点是那双鞋还搭配了硅胶鞋垫。其实当时还有一个系列我非常喜欢，但非常的遗憾都没有入手，要不就是店里没有自己的码，要么就是选了其他的鞋，那就是当时的 Superstar 2G Low。 那个系列在后跟这里绣着球星的 logo， 比如说麦迪、阿里纳斯啊之类的，确实是挺遗憾的。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双 Pro Model 2G 的最新版本，可以算得上是之前老版本的 Protro。 这双鞋我是在网上原价买的，99欧元，没错，我真的是买贵了，在国内只要400多人民币，但是在欧洲呢，上市的配色又少，没到它打折的时候还不给开折扣，没办法，就是想体验想穿，只能硬着头皮买了。买完之后我就拉出去马上打了外场，穿了一次我就把它当做了我近期外场的主力鞋，真的越穿越喜欢。我穿它一共打了4次外场，总时间大约7-8个小时吧。目前来看，我觉得这可能是最适合学生党的篮球鞋。现在我就带大家来看一看到底是为什么。首先还是来看这个经典的外底，它采用了非常厚实的硬质橡胶外底，然后搭配了分区人字纹。话说这个外底分区的设计现在看上去都挺有科技感的，是不是完全不落伍。它主体采用的是比较细的人字纹，但是这个人字纹看起来挺细的，但是却很结实，纹路非常的深，后跟这块比较容易磨损的位置干脆一大片橡胶糊在上面，中间刮了几个钩。这是我穿它在外场打了7-8个小时的样子，是不是磨损微乎其微，真的非常的耐磨。我虽然是自己练球，但对鞋底磨损的强度可一点都不低，因为我要做很多的运球变向之类的动作，以我的经验，很少有鞋子外场能比这双鞋还能扛，同时它在外场的抓地力也非常的不错。
这种老式的橡胶材质还有纹路设计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它内外通吃，和我之前介绍过的乔十二是一样的，你在室外穿脏了磨损了，把灰一擦拿回到室内，抓地力照样嘎嘎的。外底我觉得唯一的问题就是它在前掌的内侧并没有像现在篮球鞋的主流设计一样把外底上翻包住一部分中底，中底的这个地方由于缺乏保护，你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了一些磨损，基本上每次变相的时候都会磨到这里。中底换成了全掌 Bounce， 这次的 Bounce 调教我是非常满意的，它的质感其实挺类似于利拉德二代和三代上面的 Bounce， 很弹很有韧性，没有那种绵软的感觉。我在入手之前其实特别担心前掌会不会因为换成了 Bounce 中底而造成容易侧翻的毛病，但事实证明它并没有，因为它的中底并没有调得过软，相比于原版它整体的脚感的确是提升了很多，后跟以前是纯 EVA， 不至于特别硬吧，但是的确踩不出什么脚感，用力落地的话还会有点震，但是在这双鞋上后跟是很韧弹很韧弹的那种，它的厚度也比较足，对于缓冲的保护做的是非常到位的，而且韧弹的脚感不会造成后跟的泄力还有过大的形变。在前掌的话说实话并没有特别大的提升，因为之前的配置是 EVA 中底前面加 Adiprene Plus 的弹片，搭配上周围比较硬的 EVA 外壳呢，那个 Adiprene Plus 的脚感其实是非常弹的，我之前穿过的这种配置的鞋都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穿过的一定知道那种感觉。前掌换成了 Bounce， 整体上脚感是有了一些升级的，但是老版本上比腰间盘还突出的前掌弹性就感觉不到了。不是说这个配置就不好，它前掌的配置依然非常的出色，缓震够，反应很快，稳定性和场地感都很好，只不过当年那种美妙的体验再也感受不到了。这次 Bounce 的中底整体的调教我觉得是很出色的，在所有采用全掌 Bounce 的球鞋当中绝对是排在前列的。而且有意思的是这次中底的脚感其实受温度的影响挺大的，我第一次穿它的时候是阴天，温度稍微低一些，脚感就不是那么明显，后面几次穿的时候都是晴天，阳光非常充足，阳光这么一晒温度一上升，中底的脚感马上变得特别特别的软弹，特别舒服，穿上之后就想跑想跳，并且它在外场硬地上的缓震性也是非常足够的，这也是它适合学生党打外场的一个必备条件。然后来到鞋面，其实在鞋面上这双鞋最重要的并不是它的材料一定要做得多好多好，最重要的其实是它能不能把当年的那个感觉给带回来，让我非常欣慰的是它的确做到了。看看这个鞋面，这个漆皮绝对还是当年的感觉，可能有些朋友不太喜欢这种全漆皮啊，但是我个人对这双鞋的情怀就是全漆皮，因为当时很多球星上脚的时候都偏向于全漆皮鞋面，这漆皮闪亮的感觉绝对到位。有些人可能会担心这双鞋的漆皮会不会穿了之后前掌出现皱褶啊，会不会裂啊之类的，会不会让球鞋变得特别丑啊，明确的告诉大家完全多虑了，这双鞋就是为了实战而生，用漆皮就是为了让你在场上帅在场上亮，什么刮蹭磨损折痕都是正常的，鞋嘛买来就是用来穿的，造就完事了。而且你们担心的漆皮褶皱问题根本就没有那么严重，你看我手上这双穿了七八个小时了，我不把它抵近了看，你们会看得出来它的外观受了任何的影响吗？你穿它打球的时候，穿它走路的时候，谁会拿着放大镜去看你鞋上的皱褶呢？拉到这么近看的确看得出来有折痕，但完全不影响它的美观度啊。而且这双鞋你拿到实物你就知道了，它的漆皮鞋面并不像它看起来这么僵硬，我买之前其实也非常怀疑这双鞋鞋面的舒适度，但是买了之后一上脚系紧鞋带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打会儿球，发现它的舒适度完全没问题啊。当然了，这种传统的结构传统的鞋带系统传统的鞋面材料也会有老鞋的一些通病，比如说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刚上脚的时候可能不太合脚，前掌的皮革会在这里堆在一起，在你第一次穿的时候可能感觉脚趾上面有异物感，但是呢老鞋都这样，你多穿穿着穿着就好了。这个贝壳头这里你也不用担心，它在上面是往上翘的，所以弯折的时候并不会顶到你的脚，刚上脚的时候肯定不像现在的这种新材料的篮球鞋来的舒服，但这种鞋面的好处就是越穿越舒服越穿越合脚，我现在把这双鞋套到脚上之后我都不想脱下来，我穿老鞋就是这样，有的时候觉得穿着穿着就穿出感情了，新款的鞋子刚上脚第一印象再好也不如这种自己养出来的脚感来的舒服，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有同感，这种感觉可能真的只有在穿这类型的鞋的时候才能体验得到。再来说一下我的尺码选择，这双鞋我个人认为是不偏码的，我平时 Nike 穿 44.5 US 10.5， 这双鞋我买的也是 US 10.5 44又三分之二，很难得买到一双阿迪不偏码的鞋，因为是网购，其实我第一次下单的时候依然按以前的习惯买了44码，试穿的时候发现脚趾都挤在这个贝壳头里面了，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还是按正常尺码购买，因为是比较硬的橡胶贝壳头嘛，你试穿时候的感受并不能代表你在打球时候的感受，要注意大部分的鞋面材质呢在
前掌是有一点点的拉伸的，但是这种贝壳头是不会有任何拉伸的。如果你脚趾前面的空间给的不够的话，穿它打球你的大脚趾一定会被顶烂。再加上它的鞋型是比较细长的，前掌的内侧还有外侧都有这些缝线，球鞋又没有任何的内靴，内衬也是非常原始的无纺布，所以大家一定要选好尺码。强烈建议试穿，或者是网购的话直接买两个尺码，留一双退一双。这双鞋采用了传统的设计，自然也就使用了传统的鞋带系统，它有8对鞋带孔，算是非常多了。鞋带拉紧之后给脚面的锁定感其实是非常强的，强到在我还没穿开的时候，在两侧甚至会出现夹脚的情况，不过稍微磨合一下就不再夹脚了。这双鞋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夸张的支撑结构，但是在实战中在两侧的支撑性是非常好的，这主要还是得益于它非常稳妥的鞋带系统，还有两侧非常结实的漆皮材质。但是在保护性上，这双鞋我觉得它只能属于一般的水平，主要表现在脚踝处的锁定还有前掌的防侧翻。前掌的中底和外底做了一定的加宽，但是没有任何特殊的防侧翻脚，中底材料也没有任何的硬质材料加固，所以在前掌模拟内翻的时候是感觉不到多少阻力的，但在正常打球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到前掌侧翻的风险，还是非常稳定的。在脚踝的地方，由于后跟这个弹力结构的存在，你会感觉到鞋帮看起来挺高的，但是却没有足够的包裹和锁定效果，我必须要在最上面把鞋带系得非常紧，才能勉强给脚踝周围提供一些支撑。不过领口还有后跟两侧的海绵填充是非常充足的，穿上之后能找到老阿迪鞋那种夹脚跟的感觉，后跟内置的承托盘也比较硬，稳定性比较好。另外我还看到很多网友反映在穿这双鞋的时候有不跟脚的情况，但是我个人在打球的时候并没有不跟脚的感觉。不跟脚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你的脚型和鞋型不合，另外也有可能是你的鞋码选的不太对，但最有可能的原因应该是你的鞋带系得还不够紧。每个人系鞋带的习惯不一样，有的人喜欢松一些，有的人喜欢紧一些，我自己呢是喜欢把最上面系得特别特别紧。以我个人的习惯，穿这双鞋后跟是没有任何不跟脚的情况的。说到这个支撑性，不得不提到这双鞋上唯一一个科技点，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就是这块 torsion 抗扭转支撑片。这个 torsion system 是阿迪的一个专利技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外底是前后掌分离的，中间的联动和支撑完全就是靠这一块 torsion。 torsion 的理念其实是非常先进的，在这双鞋上的表现也特别的棒。它这两个分叉和隆起的位置正好在脚内侧足弓和外侧足弓的位置，它就可以很好的让前掌和后掌配合脚步的运动，就使得这种分离式的外底设计在打球的时候、跑步的时候完全不会有隔断感，力的传导是非常自然的，过渡很流畅，可以起到非常好的足弓稳定效果，但它却又可以适度的扭转，配合脚步的自然运动。这块 torsion 绝对是这双鞋性能上的顶梁柱，我也是真正体验了之后才知道这种古老设计的球鞋有多么的好穿，在鞋脚一体性还有运动表现加成的方面，它完全不输给任何的现代球鞋，穿它扣篮的感觉也非常爽，感觉自己跳得很高。但是这双鞋在结构设计上的确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鞋舌的厚度没问题，恰到好处，鞋带勒紧的时候也不会勒脚背，但是鞋舌在两侧都没有固定，上面也没有开一个孔让鞋带穿过，所以它就是完全独立的一个鞋舌，打球时间长了之后它会逐渐的往外跑偏，有的时候还有可能会往下串，这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那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把上面这个皮革切两个口让鞋带穿过去。其实这个鞋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它的透气性不好，但我穿它打球的时候并没有感觉特别的热，主要是因为球鞋在弯折的时候鞋带孔周围就会出现这些褶皱，形成一些缝隙，还是能够起到曲线救国、散热排汗的效果的。不过这种鞋如果在气温高的时候穿真的是够呛，没有 Outlet 鞋垫，没有像样的内靴，只有无纺布的内衬，抗菌防臭的效果令人担忧。在耐久度上这双鞋是绝对没问题的，刚才说了外底就很结实，中底我也没有感受到什么衰减，这种比较韧弹的 bounce 耐用度还是不错的。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这个漆皮的鞋面，一双实战鞋材料的损耗是正常的，没有人会用放大镜去看你的鞋面皱褶，所以呢引用 Z 哥的一句话就是不计较。事实上这双鞋漆皮的耐用度是超过我的想象的，我上次练球的时候因为做了很多 crossover， 前掌内侧的这一大片都被我磨白了，我当时觉得一定是漆皮被我磨花了，可能都磨到里面的皮子了，结果回家用水擦一擦发现完全没有磨破，只是有点划痕而已，这耐用度相当可以了。除了橡胶和塑料，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材料能扛得住变相的时候脚在粗糙的外场上摩擦了。另外呢，这双鞋的性价比也是高到不行，又能打又百搭又耐用，市面上很难找到比这双鞋性价比再高的实战鞋了。最后我给这双 Adidas Pro Model 2G 的综合评分是 B+。
谁说贵的球鞋才配有情怀？这双鞋这么便宜，400多块钱，照样是很多人心中的情怀鞋。原汁原味的外观和材质，内外通吃的外底，简单百搭的外观，要啥自行车啊？这不就满足了喜欢打球的学生党的所有需求吗？这鞋配上校服校裤，多有样啊！一看就是好孩子。漆皮嘛，打完球弄脏了也无所谓，随便拿纸巾抹一下，干干净净的，多像样。而且穿这种造型比较复古的篮球鞋，可以让你在场上搭出很多不同的风格。我觉得大家在打球的时候应该也是一样，不能邋里邋遢的，应该具备能够搭配出并且驾驭好各种不同风格的能力。比如这双鞋呢，年轻范儿、老大爷范儿、简洁专业范儿都能穿得出来，实穿度非常的高。这绝对是我这2个月买的最喜欢的一双鞋，也是我现在去外场打球的1号绝对主力。以后这边如果有其他经典配色，比如说白色还有红色、蓝色打折的话，我还会继续入手。我觉得这几个配色各有各的经典。之所以入手黑色，是因为我之前已经买过了白色的 Pro Model 系列，同时打外场的话，黑色的漆皮非常的耐脏，非常的好打理。反正我就认为这双 Pro Model 2G 是今年必买的一双鞋，尤其是经典老配色，我强烈推荐。趁现在价格这么便宜，没买的赶紧去。好了，说了这么多，今天的实战测评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同时感谢你们的观看和支持。 This is Enzo，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